前本峡大溪交流道南新联络道永昌路上，一部营业运营车于加油站内因回转时未注意到视野死角，不慎擦撞民众机车，所幸民众反应迅速，及时闪避，自未酿人员伤亡。警方呼吁，因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路径不同会产生内轮差，车辆越大内轮差范围越大，由于营业运营车多附挂后车斗，车身长度多超过12米，内轮差范围相对更大，因此如遇到大型车辆转弯时，建议保持距离或按鸣喇叭示警。另本大溪分局自昨30日起已展开连续2周针对大型车加强执法措施，昨首日已有取缔到大型车超速及违反禁行路线等违规，未来将持续取缔，以维持本峡安全交通环境。